我们上一集说到，玄宗皇帝呢宠信这个安禄山啊，绝对到达了丧心病狂的地步。而且呢，安禄山对于玄宗他太子李亨呢，基本上是爱搭不理。那么这个太子李亨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如此小心谨慎呢？他为什么这么憋屈呢？太子李亨的前半生啊，绝绝对对就是憋憋屈屈的前半生。这个李亨呢，也就是后来唐肃宗啊，原本他们不是唐玄宗的长子。李亨呢，出生在唐睿宗景云二年，这个九月，当时呢叫李嗣生，但他的一生当中改名多次，我们为了不引发歧义，咱们就统一管他叫李亨吧。李亨按照排行啊，他是李隆基，玄宗皇帝第三子，生母是杨氏，出身于那个弘农杨氏，在当时绝对也属于名门望族，就是他的母家。唐肃宗就李亨降生的时候不凑巧，恰恰遇到一个极其微妙的时刻。当时呢，他的父亲李隆基啊，已经被他的祖父唐睿宗立为太子了。那么作为太子呢，李隆基当时是没有实权的，正和他的姑母太平公主呢，两个人正在那斗法呢。根据呢，号称是唐朝个大臣李德裕撰写这个《赐柳氏旧闻》，但这本书说是李德裕写的，现在无法断定真假了，《赐柳氏旧闻》记载了呢，这样一个听上去神乎其神的传闻，是什么呢？就是当时这个作为太子李隆基啊，正和他姑母太平公主两个人这个斗争十分激烈嘛，所以太平公主就在李隆基身边布置许多眼线，就方便哥哥，就是他哥哥是唐睿宗啊，就方便在哥哥面前就构陷这位侄子。当时呢，李隆基这个妃子，杨氏怀了孕了吗？太子李隆基就怕这个时候这个还没有出生的孩子给他姑妈太平公主落下口实。为什么？他自己的妃子杨氏怀孕啊，如果按照那个时间算，是在他的叔父唐中宗国丧期间怀上的，所以他很怕就这个事儿就被别人抓住把柄。我们要知道，古代你守孝的时候是不能就是说有夫妻的这种欢愉之事的，因此呢，他就想把这个胎儿打下来。那打胎你就得找堕胎药啊，当时的太子侍读就是李隆基旁边的这个官啊，张悦，是自己心腹，他就让张悦进宫啊，带了三副堕胎药。干这种事情很肯定怕别人知道啊，李隆基就拿着三副药啊，就吩咐所有人都出去，他自己亲自点火熬药，熬着熬着呢，李隆基当时还是太子的犯困，懵懵懂懂之间就见一个一丈多长的神人出现在面前。这个神人的浑身穿着金甲，拿着长矛，绕着药锅走了这个三圈之后，就忽然就把这药锅掀翻在地。李隆基猛然惊醒，一看，刚才好好的药锅，果然在地上翻了。他当时呢，以为是自己打瞌睡给碰翻的，再次生火啊，想熬这个第二副，没想到同样的情形再度出现，懵懵懂懂吧，反正一直挠了第三副最后这三副药都没熬成，都被那金甲神人打翻在地。李隆基呢十分惊慌，这堕胎药他也不熬了，也没办法熬了，因为都没了。第二天呢，张悦来到东宫问：“那堕胎药熬好了吗？给那个杨氏喝没喝啊？”李隆基就悄悄把这事儿告诉张悦，张悦大喜，当即拜贺说：“天所命也，不可去。”由此呢，李隆基当时就打消了对这个杨氏进行堕胎的念头。而杨氏当时那个没有被药打下来的胎儿呢，不是别人，正是日后的唐肃宗李亨。古代君王降生啊，肯定都要追加一套这个光环神异色彩，就是没点故事都不好意思说这君王生下来就是主宰这个帝国的。肃宗皇帝也不例外，这个故事无非是想告诉我们，肃宗皇帝降生是天降大人于斯人，金甲神人什么这些不用说都是假的。那么这个事情真真假假咱们先不说，但有一点可以证明，就是太子李亨日后能得立为太子，张悦这个人是肯定出过大力的。不过呢，李亨当时即使没有被这个堕胎药打下来，那么他出生之后呢，还是本来和太子没有缘的。你看玄宗皇帝李隆基，他当了皇帝之后就宠爱武惠妃嘛，武惠妃呢为他自己儿子少王李瑁能够当上太子，就构陷当时的太子李英，使得唐玄宗气愤之下听信武惠妃谗言。那不武惠妃就说这个太子和他俩兄弟进宫想要谋反吗？就一天把这个三个皇子都废掉了，而且还把这个三个儿子给赐死了。
这个呢就是唐朝历史上著名的三皇子事件。那么三皇子事件开始算呢，就是这三皇子被赐死了，包括那太子李璘，一直到李亨被立为太子，中间差不多有一年多的时间。那么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唐玄宗的太子的位置空缺，为什么他最后选择李亨为太子呢？玄宗皇帝原来的太子李璘被赐死之后呢，当时他几个儿子当中最有资格当太子的是下面三位。第一，长子李琮，这个儿子品行没问题，可小时候打猎的时候他脸上啊被野兽给弄坏了，破相了，因此呢没有人君之相，不得力。第二呢，就是唐玄宗第十八子李瑁，这孩子虽然排行不靠前，但他生母是武惠妃啊，更何况外朝还有当时得宠的宰相李林甫支持他，李瑁所以当时他是最希望能成为太子的，很多大臣呢还都把宝压在这个寿王身上。第三呢，才轮到玄宗第三子李亨。到底选谁呢？玄宗皇帝当时也迟疑好久，我们先前也大概去讲过。结果呢，很快这个武惠妃，因为他害死原来太子李璘，还有那两个王子，三皇子都是因为他而死，他就惊悸，他就得了这类似于神经病死了。最后呢，玄宗在高力士这大太监的点拨之下，就没有选择李瑁，没有选择寿王，没有选择武惠妃的儿子，就绝对呢推掌而立，就选择第三子李亨为太子。为什么选李亨呢？也是因为这孩子啊是为人谨慎，玄宗皇帝当时最需要就是听话的太子。相比寿王李瑁，这个李亨人际关系相对简单，他的生母杨氏呢已经在开元十七年啊以贵嫔的身份去世了，所以说他在后宫当中没有盘根错节这种关系，在大臣当中呢也没有像李林甫那样这么强势的宰相来支持他，所以说最终李隆基选择李亨为太子。太子李亨的册立大典呢在开元二十六年七月，这个仪式之上呢，新太子李亨呢他的所作所为又让唐玄宗吃了一颗定心丸。那本来按照宫廷礼仪啊，新太子要身穿绛纱袍行礼，但他这身这个行头吧和当天皇帝的装束差不多，所以就新太子李亨坚决要求修改这个典礼，把绛纱袍改为朱明服。这服饰我们要知道在古代是地位的象征啊，所以说当时啊李隆基就认为这个太子好，他不仅不穿衣服，而且呢当时这个典礼上太子要乘坐豪华的专用的太子路车来到大殿，李亨也不同意，打破常规，仪式开始之后人家竟然步行来到大殿。所以这一切举动呢实际上就表示他自己的谦意，表示自己你看我就谦虚谨慎，而且就是想博得他父亲玄宗皇帝对他的进一步好感。也别说玄宗皇帝一看这个儿子这么自我谦抑，非常满意，他所需要的就是这样一个谦虚谨慎绝对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太子。那么在后来将近二十年的太子生涯当中呢，李亨就以事实证明他永远在父皇面前温良恭俭让，永远小心翼翼，生怕他自己在任何地方任何细节上得罪他爹，即使有人冒犯他，只要是有皇帝在场他也绝对不敢当面发任何小脾气，永远面带微笑。所以说那安禄山初次见到的时候藐视他，对他连行礼都不行，李亨呢也啥事儿没有似的装着。其实呢当太子以来对这个太子李亨威胁最大呢就是他当时父皇的宠臣的宰相李林甫。李林甫最早的想法是拥立玄宗皇帝宠妃武惠妃的儿子寿王李瑁嘛，所以说后来即使是武惠妃死了他这个初衷也没改。万万没想到呢玄宗皇帝后来选了李亨当太子，李林甫内心深处呢就非常害怕，处境呢也尴尬，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只要日后唐玄宗崩逝之后这个储君李亨继位肯定要清算这个李林甫的，所以李林甫啊就时不时就想怎么要把这个现任太子李亨给扳倒，因此他就抓住一切机会诋毁陷害太子，一轮接一轮，一波接一波，结果每次这个李亨有惊无险安然度过。李亨没怎么样，李林甫呢心机太深，岁数又大死了。当然了我们现在作为局外人说太子李亨过了几个难关如何如何都是我们现在人追溯前世就觉得好像咱们也挺顺的。其实在当时对于这个当事人李亨来讲绝对是惊心动魄，
那种危险啊，那种这个天天敌着心那种，绝对可以让一个人绝对是心力交瘁得神经病的。你想，上面有喜怒无常的父亲啊，玄宗皇帝，先前呢又有三个兄弟被杀这种阴影，然后呢权臣宰相李林甫天天盯他不放，随时随地都险象环生，所以说这李亨肯定每天他都处于高度精神紧张状态，我估计他这20年他能活过来都不错了。也是根据那本《刺柳氏旧文》记载呢，哎，经过连续几年的惊涛骇浪，正值壮年的李亨就变得形容憔悴。有一次早朝，玄宗皇帝忽然看见自己这位太子进门一拜见，差点认不出来了。为什么呢？当时太子竟然变得鬓发花白，甚至看上去觉得比玄宗皇帝自己都要老，完全呢就不是他那个年龄啊应有的样貌，也没有什么英气。玄宗皇帝呢，你想本身这个人也很聪明，哎，观看他良久，叹息一声，就对太子说：“哎，你回去吧，我会去你那个东宫里去看你的。”李林甫病死之后，太子李亨还没松口气呢，新宰相杨国忠又对他展开了构陷。杨国忠从前也得罪过李亨，也担心这位太子未来登基之后对自己要报复，所以他和李林甫一样，随时找机会呢就陷害这位太子爷。不仅如此呢，深受他父皇宠信的胡人胡将安禄山也站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公然对自己无礼。因此呢，纵观李亨这太子生涯，艰难苦恨太不容易了。那么他20年的压抑和委屈，最后在安史之乱当中呢，得以总爆发。他当上皇帝之后，就唐肃宗嘛，他对于他父亲当时所谓的太上皇唐玄宗啊，所有的举动，与其说是不孝，不如说是他在宣泄自己前20年所埋藏隐藏这种胸中的怨毒。但其中的详情我们日后慢慢讲，这个历史会逐渐提到。我们现在呢又接着讲玄宗后期的政治形势和大臣们当时的举动。李林甫死了，杨国忠当朝主政，安禄山呢是日益骄资，逐渐就有这不臣造反之心。当时啊，这个胡人的权势绝对是极度膨胀。你想，安禄山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管辖范围啊，跨越今天的北京、河北、辽宁、山西、内蒙等地。因为唐朝这些地方长时间处于边境战争前线，民风彪悍，等于就为安禄山提供一个特别良好的兵源基地。按照史料记载呢，安禄山手中兵力二三十万，已经占唐朝的三分之一强。而且呢，他手下这些军队久经战阵，骁勇善战，而且依靠玄宗皇帝对他的宠信，安禄山还惦记上了国家牧场。他向皇帝提出请求，干嘛呢？让自己兼任衔旧使，还有陇右群牧使这些职位。你表面上看上去这是管理马场的职位吗？非常重要，尤其是陇右群牧使这个职位。陇右啊，这个马场当时是唐朝国家的主要的国家的军马马场，有8个。当时饲养马匹数十万匹。我们要知道，在古代啊，唐朝时候那阵马匹是非常非常重要，基本上就相当于现在的军车和坦克。那么对于安禄山这些请求呢，玄宗皇帝竟然全部准许。安禄山呢，马上就从这八大牧场拣选了上等马匹，全部赶往他自己老窝范阳。而且呢，在很早之前，安禄山就在范阳以北还筑了一个雄武城，对外呢就宣称用来抵御西族和契丹族的这个入侵的。实际上他把那里就当作自己一个重要的军事基地，在当中储存了海量的兵器和堆积如山的粮食。在这个城内呢，还有战马15000匹，最好的战马，以及大量的这个牛羊。所以说呢，这里就成为这个安禄山为他自己打造的未来反叛的这种大本营和大仓库。除此之外呢，安禄山还事先做了充分的人员准备啊，他利用这种胡族风俗豢养了大批所谓的甲子，就是干儿子了。那么按照胡族风俗呢，一旦被别人收为甲子，那就是绝对是自己人了，那对他干爹得忠心耿耿啊。所以这些人呢和安禄山之间的关系呢，除了上下级关系之外，又多了一层私人的关系。作为甲子呢，当然他肯定要效忠于养父。安禄山收养甲子呢，实际上就是在于给他自己呢暗中建立了一支私人武装。
那么根据安禄山事迹这本书，安禄山收养的甲子呢最多的时候达到8000人，在当时的胡语当中呢称为叶落河，在突厥语当中呢叶落河就是壮士的意思。这些人五大三粗，大多都是铜锣族啊、西族啊、契丹族啊这样的出身，而且呢都是在军中啊当做将校。按理说这些人当中，我们大伙就想到先前不是说西族和契丹人他们的先辈和同族和安禄山作战多次，好多人都被安禄山灌酒都杀掉了嘛，这些人好多人应该都是战俘啊或者什么被骗过来的。安禄山这个人他就通晓西族和契丹各族语言，笼络人心方面特有一套，每逢抓获这些战俘或者骗掉这些人来到这个边境之后呢，把他们的头杀掉以后，对这些人他都会亲自慰抚，赐物赏酒，给予这极高的礼遇。因此呢，许多这些人被释放之后就死心塌地啊为安禄山效劳。由于唐玄宗对安禄山的宠信呢，这个胡将不仅有自己广大的地盘，经济实力呢也一直在膨胀当中。玄宗皇帝甚至还允许他在上古设置驻前卢五座，就使得他拥有了驻币权了，更使他的造反实力大大增强。安禄山本身出身于粟特胡人，所以他的经商能力特别强，他那些同族的商人更是为他服务，岁输真货数百万。所以说呢，那些粟特商人一方面给安禄山提供大量的珍奇宝玩，可以让他拿着进贡玄宗皇帝啊，博取欢心，还有贿赂他那个周围的朝臣；另一方面呢，这些胡商啊，这个商团啊，也给安禄山积攒了雄厚的军费。安禄山每年都和这些胡商举行大会。《新唐书》就记载，禄山据重床、辽乡、陈怪真、胡人数百士左右，引荐祝鼓，陈牺牲、女巫鼓舞于前，以自神。你看，根据这个场面呢，仔细研究的话，应该就是当时显教的这种祭祀仪式。所以说呢，安禄山当时呢，还通过宗教手段把这些胡商笼络在他自己手中。我们要知道，安禄山他的母亲本来就是显教的女祭司出身，就跳大神的，这些招数他自小就耳熟能详，驾驭起来也是轻车熟路。在人事上呢，安禄山他也为自己造反做准备。而且还是做精心的准备，也就是说他不仅准备了好多武士武将做甲子嘛，他手下还有许多文胆类的文人，什么高尚了、严庄了、张通奴这批文人，这些人心机都特深，给他出了好多主意对付玄宗皇帝和朝廷那些大臣。武将方面他有什么孙孝哲、史思明、崔前佑、尹子奇、田承嗣这一大批悍将。为了反叛呢，安禄山在政治、经济及人事方面可以说做足了大量的准备工作，而且呢他还挺能熬挺能等。你看熬着熬着李林甫死了，现在杨国忠上来了。当时呢安禄山想法就是说什么，为了赢取玄宗皇帝信赖与支持，我别人我都不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呢，玄宗当时已经70岁的人了，如果哪天嘎嘣皇帝忽然就暴崩了，安禄山觉得自己肯定就马上危险了。因此呢安禄山时时刻刻就为他自己的未来做准备。数年以来，由于安禄山经常往来于内地和河北之间，他对于内地山川形势啊、兵备啊什么情况都特了解。而且呢，他常人派人啊，拿大批经费和珍奇宝玩四处结交啊，这个长安权贵，朝廷内务是尽知虚实。除此以外，安禄山在朝中还有个特别强有力的眼线，谁呢？叫吉温。吉温呢是武则天时期，我们先前讲过有个酷吏叫吉须的，是他的儿子。吉温这个人跟他爹一样刚硬狠戾，从前他就是李林甫手下一酷吏。李林甫在世的时候他就和安禄山勾搭上了，毕竟呢玄宗皇帝信赖安禄山，因此呢他就跟安禄山关系特好，然后呢还请求安禄山推荐他自己当宰相。当时他就表示假如自己一旦能当上宰相，他肯定会好好回报安禄山。后来呢吉温被外派到魏郡当太守，杨国忠主政期间呢就把吉温呢征回到京城担任御史中丞。当时魏郡呢属于安禄山的地盘，所以说吉温接到任命之后先到范阳向安禄山辞行。安禄山对吉温绝对高规格款待，送行的时候特地让他自己的儿子安庆绪为了吉温呢牵马坠镫，大老远的送出这个驿站，给他无数金银财宝。所以吉温到了长安之后，但凡有安禄山、河北老窝与之有相关的消息，这个朝廷上得到他都马上通报给安禄山。因此呢吉温等于就成为安禄山在朝廷总部的长安的一个高级间谍。那么李林甫死了之后呢，杨国忠当了这个宰相，
那么这位新上位的宰相，他和安禄山的关系将如何进一步发展呢？我们下一集接着说。你的热爱正在热播。